邀请的是咱后川的林林地神仙，欢迎上台。林林地神仙今年73岁，自细汉家庭困苦，出来以做事甲饲台湾鸟为主。因为咧为着家庭甲做事的工课操劳，煞从来拢无话片。林林地神仙教育子女友情，大汉后生弟，完整经营早餐店20几年，另外嘛经营磁场健康鞋，提供工课轻松好行的健走鞋。第二号师弟洪源经营三妈臭臭锅，配完阮营业鸡肠红。第三号师弟董世勇经营农业维修，服务台北农民。第四号师弟阮桂香从事饲猪甲猪只买卖工作。伊的后生工作稳定，事业有成，贡献社会。今年伫先生教育之路中孝化家，伊的个性开朗、开明、勤奋、刻苦耐劳、热心公益。厝边头尾对伊拢真娱乐，因厝受到特别接受表扬。恭喜后川文化父亲林林伫先生。有请咱观众朋友伫林林伫现场为咱敬上滴两片。李乡长，再来邀请咱管中央代表会主席李宗茂李主席与咱敬上滴两片。好，谢谢我们的李主席。再来邀请咱管中央农会总干事李必勇李总干事与咱敬上滴两片。好，谢谢我们的李总干事。再来邀请是咱后川的川长，咱的蔡清源蔡川长，为咱上台敬上纪念品。用力哦！好，感谢咱的蔡川长。那我们也邀请各界长官一同合影，我们的肌肉团要献花的，好，那快快点哈，那台就长官过，那快快点，工作人员麻烦协助一下哈。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哈，感谢你啊，感谢爸爸对咱的付出跟疼爱哈。来快点头，来三。2、1，赞！好，谢谢，感谢各界长官，把恭喜咱的林林地神仙，再次恭喜林林地神仙。